为什么我大姨那天说要回家的时候我哭得那么伤心。我大姨呢可以说是一个苦命的女人。谁都能干老嘞，鸭子，年了没嘛？是啊，恢复。今天是小年了，我妈说我们今天宰两只鸭子来过年，过小年喽。走，过年啦！背呀，嗯，要不摸来背呀，嗯，给你一背，等朱丽丽就知道了。啊，背我那六点就背啊，那见钱就卖了。明天呢，我们参加县里面的年货节，有三天的时间。我们呢，之前开夜市的时候剩下很多包包，还有很多家纺，我们就决定年底全部把它成本或者亏本处理掉了。像这些包包。哎头层牛皮的，以前卖198的，现在几十块钱全部把它卖掉了。这个手机包之前卖90多的，现在呢也30-40块钱给它卖了。附近的朋友明天可以来年货节现场逛逛哦。明天呢我们这边会有冻雨，刚好西瓜视频送的礼物用得上了。西瓜视频呢非常的贴心，每年都会给我们送很多精致的礼物。这个就很实用，好喜气呢，好看吗七宝？耶、yeah! 老子有本事。耶！我那啥本呢？在下面买单呢吗？要不要妈妈？要很大声被人给他。这要不加不够拿？哦。好的。拿啥？拿起来。闹。在闹什么？在闹干呢？在闹干呢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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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，嗯，我才大少年，我背着给偷人宿舍背的哦，我背小马滚，背小马就走了，在家里弄东西，哦，那么早，那么麻烦，嗯，你在懂吗？咦，人家老你真老干啊，老不要演戏，老娘你讲娘呀，又讲不，诶，大家啊，小心小心，万一偷到我面前，要不要乖乖？那天我大姨回来的时候。我哭了嘛，其实呢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没有拍出来，所以说大家只看到片面的，就是我们娘俩抱头痛哭，确实大家也感受不到吧，没有办法亲身感受。今天呢我就把我们哭的原因告诉大家。这里就是大姨的家了，平时呢就我大姨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她的两个儿子呢还有我姨父都在县城住着。为什么我大姨那天说要回家的时候我哭得那么伤心，是因为我知道他回来之后还是他一个人过年。关于大姨呢，我有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跟大家讲，以前呢是觉得没有必要，但是呢我现在想把它告诉大家。我大姨呢可以说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20多年前呢她离婚之后与现在的姨父重组了一个家庭，现在我姨父呢跟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，很少回来。我大姨跟我前姨父的儿子女儿都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你说过年嘛，我大姨也不好去他们家里面过年呀。你说我大姨一个人回来，是不是她一个人过年？想着我大姨跟着我辛辛苦苦照顾七宝，照顾我们家一整年，过年的时候呢又不能跟着我一起过年，要一个人回来在这边空空荡荡的，想起来就非常的心酸。
当时一想到我大姨一个人回来过年那种孤单的情景，就忍不住哭了。我呢非常想让大姨跟我在下面一起过年，但是大姨呢她有她自己的想法，她心里面呢也有她的顾虑吧。她就想着过年了她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家。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太假了，过年了就应该让大姨开开心心的回自己家里面过年。大家想一下看这个情景，大姨一个人在这边过年，你们能够开心的起来吗？至于为什么大姨一个人在这边过年呢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在这边呢也不好多说。总之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，特别是对大姨的关心。七宝又跟我大姨在房间里面玩。啊，哪家跟妈妈来来啊，问妈妈你啥孩子讲了太想奶奶呀，来从奶奶那来了好不好？好要爬到我大姨的床上面玩。多大个？多几大？怎么？我个是怎么？哦，哎，我要怎么？你？没得轮了吧？哎，那么，没时间轮第一单人来了。这样也乌那来了，你也进来了，你进来。在在哪了？也就呀，大概小孩，你也真刚力猛力帅，才比真笨吧？弄的嘛，你会帅哟。也些人老些，只有阿婆有。有些朋友只有三年一点，你看他当年那些真的。你呀，你行行的，这些行都没记得，等老了记得能讲的。等二舅，二舅在在二嘛？暑假都哪来了嘛？我都不在，就在。俺上老娘来了，俺上老娘来了，又拉着奶奶回家了。俺上老娘啊，嘿，马爷爷。都说不能欠账过年，今天来外婆家还账了。今年还欠我外婆三只鸡，还有跟我舅舅租的田呢，也没有给租金。今天过来把钱结了，来上去，叫太婆，看好吗？不要，哎。看吗？阿达呢？阿达呢？喂，丁丁，哪块了？啊？哪块了？啊？哎，哎，弄有嘞，回去看看嘞。喂，回看怎么搞嘞？怎么造型？哈？哈？看嘞。喂，冬眠，喂，冬眠，阿冬眠屋啊。好了，走了。可以存在吗？我相机两个三路盖的，我唔俾你咧，等我俾你。俾我喂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两个人哥哥上的，那有要不要给都有。只要两，只要两张，没奶奶，有是奶奶。你那奶奶快乐啦？那奶叔恁。能成熟一点，我只在你边上那个，反正原来也被弄也被弄死了。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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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